姐姐，谁是妹妹？你是姐姐啊？姐姐叫什么名字？啊，那妹妹呢？妹妹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就来这里读这个清华大学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项目，就叫做 Inter University Program in Chinese。然后它就是专门学中文嘛。学中文最难应该是手写字最难。嗯。语法最简单。这个学校好不好看？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